频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主持人，到连续十年主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，连续八年还被评为央视十佳主持人。她是实至名归的央视一姐。董卿成名多年，一直以端庄得体、大气和知性的形象示人，而这与她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有关。董卿在节目中曾几度落泪，诉说爸爸的魔鬼教育法。用董卿自己的话说：“我的爸爸是一位特别严厉的父亲，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亲生的，还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”表达了从小到大对魔鬼教育的恐惧。七岁后，董卿每天都要刷碗擦地，中学放假还要前往宾馆当清洁工，每个寒暑假都要去勤工俭学，并非因为家中贫寒，而是父亲对他严苛的教育。就是这样的魔鬼教育方法，让董卿从无名小卒蜕变成了央视一姐，同时也因为马不停蹄的奋斗耽误了自己的私生活。2016年，董卿被拍到和母亲一起带着一个小男孩上超市买东西，原来董卿已经隐婚生子。今年董卿在一档节目上承认已生孩子，但没有承认已结婚。近日，44岁的董卿被拍到一家人聚会吃饭，当天董卿一身黑色衣服装扮，穿着朴素简单，跟平时镜头上完全是两个人。这样的董卿显得很生活化，不化妆的她气质悠哉，还是挺美的。与董卿同行的还有爸爸和妈妈。引起大家注意的是，董卿4岁的儿子格外的抢镜，儿子长得乖巧懂事，而且个子还挺高的，但两次现身，董卿的丈夫都没有出现，这让网友疑惑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呢？